所以进来之后，我前面讲过，所以你账号创作工作室进来之后，影片管理员只要切回影片就好了，反正你就会有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练习。我们刚刚大家练习的几个，包含就是剪辑啦、滤镜啦、马赛克、自定马赛克，那其他没有讲到的话，也许你可以自己再玩玩看。那我们可以找一个剪辑后的原始档当成起始档，就是它是我们可以拿来练习的，然后最后就另存新档就可以了。那里面还有哪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但没讲到的？之前有同学讲过，因为你大部分用手机录影，录影完之后呢，你把它放上去，它的画面一定是变成这样子。那如果你给人家的话，可能要请他头要转90度看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向左转、向右转？啊，这个功能也蛮好的啊。你如果怎样转个方向不就好了？有没有？啊，如果本来拍这样的话，你就把它转过来，马上储存，你的画面就会转正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功能不用到什么微电影去。以后如果你的影片是用手机拍的话，那就可以转一下。不过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合理，因为现在手机大部分都拿正的拍。好，啊，如果你正的拍怎么办？画面变成说还是会两边还是会留白留黑啦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以后啊，如果你们用手机录影的话，记得还是把它横向一下，不然的话处理起来好比较麻烦。啊，其他还有什么快转慢转，这个自己在练习，我觉得比较没那么重要，因为还是会用到哈。那再来的话就是说，如果你希望怎么样，你希望哈，假设这个影片我只要留下影片不要有声音，那声音我希望用那个什么呢，其他音乐代替。其实后面我们也练习啦，比如说相片电影，相片传上去，当然以前会先加一个 MP3 当背景音乐，可是那个会有什么呢，版权问题，你不能随便下载一个 MP3 然后当背景音乐然后 公开播放，哦，那你可能如果被音乐公司抓到，他可能可以告你，因为你没有公开播放权，OK， 只要是公开场合你就不能播，除非你要去跟人家申请，怎么办呢？YouTube 还蛮算是贴心的，他在这边呢帮你列了这么多类型的音乐，你如果要拿来当背景音乐，你只要选一个类别，然后呢找到那个音乐放上去，它是可以在有限度范围之内是可以让你怎么样当成你背景音乐，那因为呢这里面的音乐类型实在太多了，你光要搜寻光要找就找不完，所以像我要用到这个功能的时候，其实我算是比较懒人的用法，我最后都用一种音乐当背景，因为光找你看这边至少几千上万个音乐啦，谁找得出来，而且你还要想说，如果你要拿贝多芬，你也不能打中文贝多芬，你还要去查贝多芬英文打它，因为它那个音乐名称是用英文命名的，所以后来我干脆简单一点，各位有没有看到儿童？因为背景音乐一定要简单嘛，你干嘛弄那么复杂？所以后来我就用儿童的背景音乐当我的背景音乐了。其实我最喜欢用、最常用的是这个，什么 Bike Ride， 有没有？就很轻快的当背景音乐，有没有？这种旋律。就直接怎么样，假设我今天假设有一个人在讲话，那甚至这个时候你可以什么配合快转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，也许你在前面强化，我先离开一下，假设你用什么呢，快转快转几倍呢，六倍会不会太快，试一下四倍就好了，有没有？那你四倍之后呢，像我的习惯是先快转，可是你这个声音听起来很刺耳对所以我会怎样？为什么他有突然？我好像没设定啊。OK， 好，那就把它先储存。要更正一下，应该是另存。我的习惯是先把它快转，快转完之后呢，因为你那个叽叽叽叽的声音好像机器人声音，好像坏掉的声音对？那我就是先快转之后，然后再到它的背后去加上那个音讯，就两个结合在一起，通常是两个结合在一起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许请各位试，不过还是一样要跑一下，跑完之后呢它就会有那个刚刚的效果，所以你可以用快转配合音讯，
那音讯里面一堆啦，当然你有时间的同学自己去找，因为每一个每一个都可以听，他可以预览一下音乐，哦，每一个其实都还蛮好的，但是问题是很花时间。那再来有没有？哎，他转的好快，哦，一下就 OK。然后再来什么音轨，从这边也可以进去。音轨里面呢，你再去找到，哎，不过他好像还是跳这个 OK。所以请各位试一下，利用那个快转加上音讯，哦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哦，讯上去，啊，两者结合在一起，哎，就会 perfect，哦，我其实蛮常用到这个，因为像有些教学影片，哦，也不能太慢，我先让它预览一下，让它先转抓某部分，先让它快转，然后背后再加一个音乐，啊，先让你看一下，哦，我这个教学里面大概的内容，哦，就可以马上有一个快转之后的一个预览画面，哦，像我的那个部落格里面很多预览，比如说因为有些同学，哦，他不知道说那个教学内容是不是他要的，我可以先做一个快转，哦，OK，啊，或者是说你们以后也可以剪某一些，但你可以剪好几段，啊，某部分你把它跳过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样用快转，然后最后再把它接在一起，哎，你会发现有些那个人家那个 vlog 里面就有某些跳过，其实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来做，哦，好，也是转换了一下，它其实还蛮快的，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就有那个音讯加快转的声音，大概类似像这样，然后效果也蛮，本来1分24秒的，马上就会有一个快转的效果出来。哇，它背后有一个很轻快的音乐，啊，这个是我还蛮常用的，因为很简单，套用公式就好了。哇，不过里面还有一些音乐啦，哦，可能不同的情境配合不同的音乐，啊，这个其实也不是我们的专长，哦，啊，只是说呢，你如果要能够真的搭配的好，其实，哦，还真的还蛮花时间，光那个听那些音乐，我刚才也是每个听到最后算了，我用儿童的好了，直接它就 OK 了，不然的话呢，哦，真的太花时间了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大概就是做了几个练习了，所以目前大概有这么多了。那待会呢，你也可以把它弄一个清单，比如说我们这些都要聚集在一个，那你可以复习一下前面讲的播放清单。假设我这五个，哦，我要把它新增一个清单，也许是我们比如说那个火车爷爷的那个云端剪辑好了，练习好了，比如说我这边好，火车爷爷的那个云端剪辑，哦，剪辑练习好了，类似像这样 OK，哦，剪辑 OK 好，然后呢，啊，不要公开好，哦，不公开，哦，不然火车爷爷看到会生气，哦，你把他恶搞了，哦，OK，哦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哦，接下来就是一样嘛，把刚刚的影片用编辑之后的话呢，把它新增进来，像刚刚我们做的练习，您的影，哎，从这边切过来，您的 YouTube 影片，把刚刚1、2、3、4、5个影片新增进来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将来，哦，也许你们练习完的结果就再帮我做个清单，然后将来，哦，你就把这个清单的连结复制将来贴给我，啊，我等一下会讲，因为我们这个课还会结合 LINE， 所以 LINE 要把它就加到 LINE 里面贴上去，就完成这个作业练习，哦，应该很简，应该算 OK 了，哦，LINE 然后贴上去，因为 LINE 部分的话，哦，主要还是一般我们一个群组里面呢分享一些东西，哦，那所以呢这部分的话呢，请各位，哦，哎，待会也就是做完了，然后先也是练习一个清单，那另外呢，我们还有一些像那个有关字幕功能，我想待会再来看有关那个字幕要怎么再加上去，那画面再切给各位，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，待会再来看有关那个字幕功能的练习。那请各位刚刚做的练习就是再建一个清单，也许叫什么什么的云端剪辑练习，